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越来越酷的易烊千玺。大家好，我叫易烊千玺。我爸我妈就说让我跟别人与众不同。其实，小时候被爸妈寄予厚望的千玺同学，有些累。庆幸自己当时那么拼命。那都是一个帅气的男人都应该经历的事情。你当时所做的，现在所做的，都是爱你的人为之骄傲的事情。我有没有成为自己满意的易烊千玺？别回头，老子愿意出发，真心和坚持最终会把我们引至该去的地方。遇到自己喜欢的事就要赶紧去做，就算遇到阻碍也要奋斗。昨天和今天的辛苦付出，到明天一定会变成秘方。未来的易烊千玺，我会向你保证，我会做好现在的每一步，所以也希望你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，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吧。现在的易烊千玺很酷，未来的易烊千玺也会一直酷下去。是 TFBOYS 易烊千玺，祝大家新年新成长。我喜欢你。我知道啊。